所以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呢，也是我在爱乐里面有唱过，但是你们都说这首歌的经历跟我很像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要在粉丝见面会上再一次唱给你们听，这样的一个念念，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是我。 天高，当我卸下睫毛膏，测量。
我能成为那个为你们带来力量的人。